couldn't see with how close I was. It's not hard to find if your grip is loose enough. How lucky to be by your side to feel your stare. Sick as a dog, I run my hands through your hair. Oh, my heart will change. 早安大家，我现在要来搭火车了，然后我到了一个离家里还蛮近的一个火车站，现在时间大概是6:15左右，然后我的火车是6:24。我今天要去考驾照，没错，我要去考驾照，我很紧张。然后哦，我来到是这个火车站，在这边。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。然后现在的气温大约是14度而已，今天应该会到30几度，所以呢，温差是15度左右，就希望今天一切都安好。我带了一个这种薄薄的毛衣，然后里面穿了一个汤米的短袖，还有一件长裤。我现在差不多要去月台等车了，刚才我在1号月台，然后我现在已经走在2号月台。这种火车站跟我平常搭的那一种 metro 不太一样，它是紫色的，然后呢，它主要是搭乘那种长途旅行的，它车程主要是大约会去大概1-2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，台北到高雄那一种感觉，完全没有闸门呐、啊，这边就是这样，非常的随性。大家有看到墨尔本市区吗？在这光点一点一点的地方，然后有一根一根小小的，那就是墨尔本市区。然后现在我就在这边的月台上，虽然像刚才看到没有闸门的设计，但是其实它在每一站的时候它都会上车查票，所以绝对不可以就是侥幸，不然会罚超重的。这种长途火车一张票好像都要12块吧，就是12块澳币单趟。以前我住很远很远的地方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是搭大概1个半小时去上课，就是要回来搭这种车就会觉得有点亲切感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那样子搭应该已经将近1年左右吧，就是每天这样1个半小时，所以来回总共要3个小时左右。那这种车呢， 它每一站都拉很远，所以我今天要去的地方叫做 Geelong， 然后我要去那边考试，所以我大概去的车程是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再加上半个小时的走路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搭 Uber， 半小时的走路，加油。然后我昨天，重点是我昨天脚还扭到，所以就我可以的，加油加油，自己心理建设一下。我原本是搭25分的车，但是这边的车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经常 delay， 所以都一定要提早到，然后提早搭一班车。你们有看到它动吗？在这里。Windham Vale, Little River, Lara, 它在这边动， Kariya, 有没有看到 ？North Shore, North Geelong, Geelong.
show me something that I won't need to resolve. So twist my words until you can find a way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. Your windshield drawings start to fade. Oh.嗨，各位，我已经到吉隆了。吉隆这个地方应该算是维多利亚州几个城市的其中一个大城市。然后，当然它不像墨尔本市区一样，就是很多高楼大厦什么的。但是它这边的发展也算是还不错。然后现在的我呢，我要走去我要考驾照的地方。然后都没有人，完全没人。好，鼓起勇气，而且现在超冷，就是跟我上车的时候的温度一样，只有14度。所以我等一下确定好，就是我先到目的地之后呢，如果他们还没有开门的话，我就要先去吃个早餐，然后买杯咖啡来喝。暖一下身体，这样。这边的房子算是旧式的那一种，非常的古典。这两家的花开得好漂亮哦。每一间都超级像民宿的，超可爱哟、哦！感觉民宿门口就会长这样。为什么这边什么都没有？完全不是主要街道，这个完全不是，这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。给我一点什么？运动运动！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像小鸟站在上面？好可爱哦！各位，我好像看到他本人了，在那边这栋，不对啊，他怎么会开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是一个，我把你们转过来讲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行道，然后呢完全就是不是那种市区的街区的那种样子。这个地方应该有点算是大型车大客车在走的地方，然后他这样开在这，然后这样子要考驾照的人走来，非常的好。我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可是它应该还没有开门，所以我在思考，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让我喝个咖啡呢？我来了，我来考试了，可是距离我考试时间还有半小时。那边招牌都没有，招牌在那边。好累，感觉还没有人来上班的样子。他应该8:30才会开吧，我在猜。好，我到门口了，没有开，我要晚一点。有说要戴口罩什么的 ，social distancing， 跟等一下还要 check in。这样子，那现在我要来
找咖啡店，我要来找咖啡店的。这些什么东西啊？还有蜘蛛人，这好可怕哦！怎么长成这样子？你怎么长成这样子？还有恐龙，你怎么长这样子？你怎么会长这样子？好奇怪哟、哦！去走走。我真的觉得深深体会，好像不会开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我的腿快断了，就是在澳洲如果不会开车的话，就是去到市中心就是大城市以外的地方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在这边只有一条铁路，然后那一条铁路就是我刚才走搭车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在这边只有几个站而已，所以呢好累哦。然后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所以光线会有点不太稳定。哦，好累。他们家好美哦！我找到一间小咖啡店，知道他开门了吗？我去看看。结果他还没有开门。另一个人好像也在等咖啡。咖啡店开了，太好太好太好了。哦，我买到咖啡了，终于就是开始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现在我要再走回去刚才考驾照的地方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差，反正我现在走回去考驾照的地方，然后大概8:30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去里面。然后我现在很紧张，我发现这样子从比较仰一点的角度照，然后光线好像比较好一点点，就不用一直在那边调整什么的。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差，所以你们看我都是那种灰灰的、脏脏的这种颜色。他们家太可爱了，中一排的向日葵耶！你们看这是什么水果啊？好可爱哦！这边的家的人怎么都弄一些很可爱的东西。超大薰衣草，超级大的。你们听到这个鸟叫声是那个喜鹊的声音。你们看，他们在那边乱叫，让我乱叫一通，到处都是喜鹊。我回到这个地方了，然后现在也有人在跟我一样在等他们开门。好，等一下要考驾照，然后我现在要先再练习一下，这样子。再读一点书之后才考驾照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啦。超级多人来排队的，因为通常这边的那个都非常非常多人要办事情。然后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在国外通常办事效率比较慢，所以他们都要提早来这边排队。对，而且等一下他们就会赶快冲。而且等一下他们就会赶快冲进去。要开始进去了，我考到驾照了，我出来了，好开心哦！终于考到驾照，不对，我不应该走这，
然后我现在想要去附近走走，就是我想要到那个吉隆的市区里面，然后我想要去那边的海边，然后或者是其他地方。好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考驾照的流程。总之呢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在外面等嘛，然后他们人会到外面来叫号，叫名字，然后叫到名字的时候你就跟着那个人一起进去建筑物里面。进去之后他就会跟你说，哦，你有那个申请的文件吗？你就把你的申请文件，然后你的 passport， 你的就是有任何的那个什么地址证明跟你的学生证拿出来，然后给他，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写，然后问你一大堆有关于你最近有没有做 COVID-19 的一些事情啊，你有没有得过 COVID-19 啊，你有没有怎样。但他讲话讲超快，讲完之后他就叫你看旁边的墙，然后叫你念出那边数字。因为我刚开始还想说是要念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说是那个就是英文字母那个吗？他说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在干嘛，我就直接念出来，然后我念了四个字吧，他叫停。在那之后呢，他就会把你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去。到另外一个小房间的时候，就是开始要笔试的开始了。那个时候就要把你的 passport 再拿出来，然后交给那边的人，那边的人就会直接给你考题，直接答案卷，然后直接叫你去写。然后他跟你说没有时间限制，你写完之后就跟他讲这样子。反正结束你写完之后呢，就直接当场改，他改完之后然后就跟你说你有没有过，你就可以拿到你的 learning 的驾照。因为我是第一次考嘛，所以我是考 learning 的驾照，他就直接给你那只驾照这样子，你就可以直接开车，就完全不用等任何时间。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不错的方法。那等到晚一点我到家之后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这其中我再跟大家分享这其中我到底拿了哪些 form， 然后或者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，然后因为我在去之前我也没有查说它到底会是长怎样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我就是直接来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先上个厕所再去考试，结果没有，直接进去，马上一秒钟直接进去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对，很棒的体验，然后希望这驾照在台湾也可以用啦。反正接下来我还要考，我还要考那个路试。因为如果我现在考完笔试之后呢，我可以开车，可是我旁边一定要坐一个有 full license 的人，我才可以开车。但是如果我考完路试的话，我就不用有 full license， 我就可以自己开车了。所以很期待那个实战。然后现在我要走去火车站，我想要去附近逛逛嘛。可是因为这边没有什么大众交通工具，只有长途火车，就是我今天搭的那一种火车，所以我要回去那个火车站。回去火车站之后，我要搭一站到它的市中心去，然后想要去这边的市中心走走逛逛这样子。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海边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夏天的时候也非常多人，然后很大的一个海滩这样子。等一下如果有机会走到那边的话，就带你们去看。现在想要去对面的美术馆看看，还蛮近的，走路就可以到。
有点开心出来走走，有种探险的感觉，很开心。好，我今天想要去旁边这两栋这边看看，一个是那个他们的 museum， 然后一个是 heritage center 还是 heritage 什么的，反正我来看看。我稍微看了一下，它是一个图书馆，然后想说都来了，还是进去看看。总共有五层楼，其实蛮高的。我出来了，然后现在我想要去隔壁的美术馆。现在我要来这一间美术馆，然后我一样要走到前面去。门口了，结果他没有开，天哪，没有开。那这样的话我想要到就是附近，因为它旁边就是很有名的沙滩，然后我想要走到那边去看看这样子。不是，这也太热了吧，因为现在已经20几度吧，可是已经很热，然后我又不想要脱外套，因为很烫，这边的太阳非常的烫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我来看看好了。我带这个来，艾伦还说没有什么用，结果超有用的，好不好？他不懂，超热，好热。结果我发现我走错地方了，Gary 在他的侧面才对，前面右边这个才是 Gary。我觉得有时候去不一样的国家，然后看他们的展览，是最能够了解当地文化，跟还有他们对艺术的一些喜好。因为这样子，他们所展的东西一定是他们应该是说观众喜欢，或者是在他们国家具最代表性的。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外来文化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看这些展览还蛮有趣的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，就是可以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在台湾看不到的作品，假如说像毕卡索啊、莫内啊，或者是一些很有名的那些大艺术家们的作品真迹，在这边也许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如果去不同国家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去他们的博物馆跟美术馆。
这一件作品叫 1969， 就是1960年。1960年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大事啊？登月吗？这个点点超可爱的，很像那个就是画点的那个艺术家，叫做什么名字啊？草间弥生。看这种风景画的时候，最有趣的点是说，在过去都没有照片嘛，所以大家都用绘画来替代，就是来记录当下的样子。所以有时候看风景画的时候，就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当初那个地方是长那样子，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文化是长那样子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的有趣。当然也包含他们的人物啊，或者是服装使用的东西，都可以从这些作品里面发现。不过就是有时候绘画也是一种就是虚的东西嘛，所以就是半信半疑的那种感觉。很喜欢这种就是很有趣的这种感觉，因为毕竟有时候过去的事情不要太清楚也比较好。你们看这台钢琴，超美。这个陈列方式也太满了吧！这一组真的超漂亮。它没有对称那个线。这一看就知道是手绘的，你们看他的表情。然后这边的这个人，他是张开嘴巴的，另外一边他是闭起嘴巴的，好可爱哟。这一尊雕像让我想起蚂蚁窝，超级像的。超漂亮，但是没有钱买。这个艺术家的那个环保袋也很漂亮，可是我这一个有点太贵的。他还有橘龙班的那个大富翁，哎，好酷哦！这个简化工具也太美了吧，沙包眼也太贵了吧！哈喽各位，虽然我刚才说很贵，但是我还是买了，因为它竟然原作就放在旁边，然后我仔细观察原作之后，它实在是太漂亮了，我就买了。嗯，how lucky to be by yourself.